你平常转那么快啊，你转八泵你会不会觉得很不习惯？台湾现在半夜，对啊，为什么不带蛇妖啊？水妖跟水妹不是都一样道理？水妹开天血攻击，哦，但水妹你开水雾的话，攻击力比较高。跟蛇妖怎么差？八风水三雾没难度，问题是就很多人要看啊。认识小线吗？小线就在我隔壁。嗯、一堆北七，我感吓到我。一堆北七，好好笑。对啊，一堆北七说我们白痴，北七，一堆北七。请问戳哥转珠是自学的吗？自学的吗？不然谁要教他、啊？认识倩倩吗？倩倩认识啊。豆豆的问题现在没有啊。慢慢看你的实况后，发现我根本表里不一。你这样是夸奖还是？你是觉得？他是在夸奖吗？表里不一是夸奖吗？听起来就好像没有很。我什么时候生日？2月8号，你要送我礼物吗？蛇妖木鼠加1.5，认识古玩魔怎么可能认识啊？小线茄定人，对啊，你茄定人吗？对啊，茄定人啊。认识倩倩吗？认识的，要问几次？小线耍宝、哦，邪教教主来了，没办法。麦快，我不玩那种东西了，我觉得那个我没什么兴趣。地狱八风爽爽过这哦，我只是来看男神戳哥的。哎，真的觉得你要去办个粉丝。麦块你有玩过？玩过玩过，拜托我初版就已经在玩了。好玩吗？很好玩啊。真假？小仙是之前主持神魔教室的，是你吗？什么是神魔教室啊？小仙在隔壁干嘛？开台啊！他在那个退去开啊，好不好？我在前定有遇到小仙，好帅哦！真的假的？啊，小线几公斤？哎、欸，小线几公斤？我几公斤哦？叫小线来转。我几公斤哦？大家都问你几公斤？管你屁事哦！哎、欸，记得两秒那个哦。哎、欸，两秒 bug 没改掉吗？我知道是减两秒。哦，是减。是减两秒。我没有时间运动啊、欸。我认识戳哥吗？这什么问题？我一点都没打。对啊，运动对。你知道怎么拍成功吗？大概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后面还没打过、啊。我是用水木屋，然后主角跟蛇妖。这个是小线家吗？我家就是小线家，好不好？我家就是小线家，合租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都记得去记那个哪一颗星是星？五秋风知道啊，小线的台，那个建成帮我贴一下好不好？他的连结。
可以赶快抢台主的位置、啊。你可以先帮他转、嗯。好啊，我帮你。那个哎，建成贴的那个网址就是那个小线的台的网址哦。我们晚上睡觉谁在前面？我们有两个房间啦、啊，怎么可能一起睡？什么谁在前？我最喜欢的一线队伍没有哎、欸，最喜欢苍蝇吧，苍蝇会最强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先攻已经过了。下直播，哎、欸，你慢慢转就好了啦。LNG 啊、哦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没在看。开直播有钱赚？没有钱赚啊，怎么可能有钱赚？全职 YouTuber 不是？我后面是谁？那个朋友啊，住隔壁的邻居。我会抓狂吗？目前还好。这台可以开黄腔吗？要看你的黄腔好不好笑。你说卫生纸上面，卫生纸上面蛮有梗的。人口密集度最高，这个蛮好笑的。我不会跟他睡一起，不会太挤吗？我就没有跟他一起睡。哎、欸，我要无视那个哎、欸，那个一直用鸡鸡的，我把它编掉。神经病是不是啊？哦，龙克龙也都可以啊。等一下发现你是哪个？我没有跟他一起睡啊，哪有人家跟他一起睡的？我当然是那个啊，两个房间啊。所以那个怪问题我就无视啊。上次打无限轮回的队伍，打来打法则哦，我在想，有点难呢、欸，因为。王冠要强化水火木，你知道吗？笑里藏刀的故事我不知道。王子贴上去连不过去，怎么可能？注意各位观众智商，不用啦，我会注意的。哎、欸，八风王是不是很简单啦、啊？很简单，很轻松啊，觉得很棒。哇、哦，真的很轻松的感觉。房租多少？这不重要吧？龙、啊、科建议打吗？我觉得可以。我住台北，对。我现在没开过龙科哎、欸。校门关比鬼门关还可怕。校门关。看完这场差不多了，是差不多了啦。差不多也要走了。对啊，已经开很久了、欸。总共砸多少钱在神魔？不知道。哇，也太久了吧！慢慢转好，转满，开龙车。不开。你是怕他消掉对不对？新八蛋你不能过、啊，还是？明天跟卡敏对啊，明天晚上。无限轮回第一天就过了。那我还想要去跟这个。你那个是运气问题。哇，一张就。一千万。有近视吗？有。Okay. 明天跟咖米啊，晚上八点吧，还九点、欸，不一定。看吃完饭回来几点。哎、欸，这样可以吧？哇，超级点。没有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确定，确定。我的发型是什么？就是油头啊。无限轮回第一天就过啦、啊。水妹换波比也可以过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样意思啊。好久哦。哇，还天降！好了，那就开始打一块钱嘛。好，我爸妈已经很骚。好，那我先关一幕。